大家好，我叫郑嘉平，我叫叶嘉欣，我叫胡宇顺，我叫张世杰，我叫赖如翔。我们的作品名称是《安全性任意门打》。好热哦，嘉欣快把门打开吧。那就把门打开咯。哦，嘉欣，太阳好大。哦，好烦哦，那就再把门关上吧。可是我又好闷哦。那就再打开咯。可是我又照到太阳了嘞。那就把门开一半吧。这样我就有风可以吹啦。我也不会照到太阳的。真是太棒了。可是手离开后，门又被风吹走了。因此我们有了任意门挡的想法，使用的是橡皮门挡，就可以轻易的将门固定在任何位置。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只要转动偏心轮，借由下压产生摩擦力，就可以轻易的将它固定在任何位置。万一如果不小心有小孩子撞到，也会受伤，门板也会受到损坏。因此我们重新构思看看有没有自动脱离的机构。后来我们利用旋转挡块的方式，就像这样来达到这样的功能。这就是我们第二代的作品。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同学来介绍第三代的作品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第二代的门挡结构又有点大，所以说我们将它精简化。因此有了我们第三代的产生。这是凸轮，里面有个弹簧，经由牙条连接，而这个调整套筒呢，可做旋转来使用，可随着个人的喜好去调整不一样的下压力。而下面的这个齿滑块呢，可做旋转来使用，目的呢是为了使固定中的门板免于受到破坏。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看看它的实际操作情形。嘿，你看这门挡装好了。当门开至于我们想要的任意位置，只要转动偏心轮，即可产生一个下压力。力量的大小可调整套筒而加以改变，同时达到遮阳与通风的效果。如果有一个不正常的力道误撞门板时，使指滑块快速旋转与脱离，使门免于受伤与人员产生受伤的情况，因此完成了我们的安全型任意门挡。